中国有2000万视障人士，是全球视障人士最多的国家。我叫郭喜，我妈妈有我的时候，可能是用药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失明。爸爸妈妈呢，开了一个水果摊，姐姐呢，经常会给我说，这个世界很漂亮，五颜六色。她希望我能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。我的梦想呢，就是当一个古筝的调音师，然后希望更多人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叫王洪波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能够做一名教师，就像我的启蒙老师一样，把知识传授给更多的盲孩子，我就觉得特别幸福。我叫李斌，我的职业呢是盲人按摩师，业余爱好呢比较喜欢这个计算机，喜欢上网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希望盲人朋友也能无障碍地畅游网络。我相信我可以。